失去多少回忆，不曾在意潇洒的美丽，只愿你人生还充满了勇气。获得多少伤心，假装忘记，重新再努力，你会发现你有很大的潜力，你会发现你将重生再决定。欢迎收看 手机游戏 Grand Battle Royale 手机版绝地求生，我是尼亚斯。那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按 play 开始吧。如果你对这款游戏有问题的话，请看前面两集，右上角点影片一下，应该会有一个小写的 i， 有影片的播放清单。好啊，那我们就开始吧。OK， 我们开始啦。首先先判断一下我们现在在哪里。看起来应该是船的那个方向吧？哎，没有没有啊，对对对，看到船了，没错，右下角。然后我们一样空降在这个营地的地方。之所以不空降在核电厂，是因为它难攻易守啊。那如果这个圆圈范围啊，它是已经这个核电厂在圆圈范围内的话我就会扣血，那就会变成我难攻易守了，就是说外面的人很好守啊，里面的人很难跑出来这样。OK， 我好像空降错方向了。哇，有两个人在那附近呢，还有点危险。等一下啊，他好像拿到武器了，不、哦。我一定要开枪声了，我得趁他们两个混战的时候赶快获得一样武器，或者是赶快进入营地才行。有武器吗？没有，不要杀我拜托。拿这个好了，哎，没拿到。哦，有那个步枪哎，好，我要步枪，快点拿步枪，谢谢。OK， 那我们现在的生存已经得到了基本的保障，至少武器有比较好一点啊。嗯。好像没有看到其他不错的武器了，手枪拿一把好了。嗯，我刚刚好像看错了，我把那个石头看成敌人了。好，这一次的营地好像没有补包，那就算了。我先。等一下，我看一下现在范围在哦，这一次的范围应该是要往扩散到那个，等一下，手榴弹应该是要扩散到核电厂 ，AK 呀 ，AK 呀，先换 AK 好了。好，那我们先往那个飞机的坠落地点好了。怎么会有人写 kill me， 杀我？这个是散弹枪哦，不换了啦。我两把。我要赢，我要赢，我要赢，赢了！等一下，哇，不行不行，我要没血了，哇哇
哇，我需要一个补包。哇，这样我没有办法跟人家近距离对打呢。哇哇哇哇，可以空降个补包给我吗 ？Please？ 好像没有呢。哇，只剩三个人了，我是其中一个，所以应该说还剩另外两个人呢。那给我来个补包吧，拜托。哎，附近是有空投物资吗？不太知道。我现在用的是一般走路没声音的，这个呢，操控需要一点小技巧。哦，看到敌人，没子弹了，求你快死！我死了，我第二名，还剩最后一个人，他坐享其成了，太可恶了。好啦。好，那我们这一集的 Grand Battle Royale 就到这里结束啦。那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或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个喜欢或是订阅哦。那至于下载的部分，大家可以自己去自己手机里面专门找游戏的地方找这个游戏的英文名字哦。如果找不到，应该就是没有了。好，那按了订阅，不要下下订阅旁边的小铃铛，在我每次上传影片或是开直播的时候就会通知你哦。那我们下一集的啊，对不对？我刚刚有讲吗？啊，好像有啦。好啦，总之就是这样啦。那如果有更多人看的话，我就更多力气做下去。按了订阅，不要下订阅旁边小铃铛，在我每次上传影片或是开直播的时候就会通知你哦。那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大家拜拜。